们把圣经打到路加福音第六章。路加福音的第六章27节。到36节。27节到36节。一点也看不着。看不着你。找到没有？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到36节，找到咱们开声朗读这一段经文。路加福音一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对他咒诅，凌辱你们的要对他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不看了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衣也不敢拿去。凡求你的就给他。人有人夺了你的东西，不要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不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借钱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若要待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。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们在那望门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一会儿要闭幕。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你。感谢你用你自己奇妙的能力来荫蔽着你自己的儿女。阿门。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相遇。阿门。使我们在一个圣灵里面被感动。阿门。因为今天我们在你面前，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在这里团聚。阿门。我们在这里把你自己的话语讲给弟兄姊妹。阿门。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动你自己的善工。阿门。你引导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。阿门。使我们今天能够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你的话。阿门。但愿你的话语能够扎根在我们心中。阿们。你的话语如同一粒种子一样种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。阿们。并且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生根。阿们。使弟兄姊妹的心灵得到你的滋润。阿们。使弟兄姊妹干渴的心灵得到主你的浇灌。阿们。求你亲自来喂养你自己的群羊。阿们。叫你众儿女都能借着你的话语得饱美食，得享饱足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你话语的奥秘。把今天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，求你借着这一点时间大大的赐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使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向我们开门。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，使我们这群愚人得以通达，叫我们能以明白你话语的奥秘。把今天我们所讲的课题交在你大能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来借着这个话题来大大的赐福弟兄姊妹。阿门。除去我们中间一切的拦阻。阿门。也除去下午的交通。阿门。使弟兄姊妹的心被你得着。阿门。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心。阿门。使受伤的心得到缠裹。使饥渴的心得到滋润。阿门。使我们软弱的变为刚强，归信的加添力量。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说话，你的灵亲自来感动你自己的瓦器，借着他的口把你自己天上的奥秘显明在我们中间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一同交通这个课题，就是圣经中三人口的话。我已经讲了三讲，这是第四讲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的天父一样。耶稣在这里讲到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天父一样。前面讲到爱仇敌，这句话是三人口的话，谁也达不到。按照肉体说，谁也不能达到爱仇敌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天父一样。耶稣跟少年官论良善的时候，少年官说：“良善的父子啊，我们行什么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呢？”耶稣就塞开口说：“
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？良善的只有几位？一位，就只有一位。这里面说良善的只有一位，这里面还叫你们爱仇敌。既然不良善，还叫你爱仇敌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一个没有良善的人，良善只有一位，除了在天上的父，咱没有良善的。但在这里面又讲，你们要慈悲向谁呢？向天上。向天上。乍拿这句话，有许多人，我要良善，我要好好行善。一个不良善的人能不能行善呢？不能，没办法行善。这句话就是把你的口给你堵住。耶稣的目的就是把接着他的话语，把所有人的口都给塞住。塞人口的话，什么叫塞？塞口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堵住，把你的口给你堵住，塞住，用最高的标准堵住了，用天上的标准堵住地上人的口，用高标准堵住了低标准人的口。堵住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你来接受那一位良善的，是不是啊？就叫你看见世上连一个良善的也没有。他把这个标准拿从天上降下一位，就是从天上降下的人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他成为人子，在地上是最高的标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人也比不上耶稣基督，他拯救罪人。今天我们都是什么？弃绝罪人。你有罪了，我离你远点，你不好我离你远点，你长得不好看我离你远一点，是不是啊？而这里边不是这样讲的。我们看天父是怎样良善的，天父是怎样良善的。这里面先讲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把整个都舍给人了，外衣扒了，里衣研究了，最后身体为我们抛，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他完全为我们把自己破裂奉献给我们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耶稣。但这里我们看，从强调这个角度看，好像我们在地上肉体就得达到这个标准，达不到标准就不能做天父的儿女。后面一句话，你们就必做至高者的儿子。最后我们看这句话为什么说是塞人口的话，他说你们要这样做就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不然就做不了至高者的儿子，是不是啊？还说你们要不回转像小孩子，断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必须回转像小孩子才能承受神的国。似乎这些话都是要求人达到这个标准。其实你想，耶稣在当时讲道的时候，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当许多的弟兄姊妹看见这段经文，就说你看这我达不到啊，我达不到，我就不是天父的儿子，所以他想方设法用肉体的膀臂努力也达不到。其实耶稣说的话就是把你堵住，叫你达不到这标准。你说达不到就好了，你要达不到就坏了，你要能达到就坏了，没有人能达到。因为耶稣是天上来的，我们是从地上来的，是不是？从天上来的那个标准再低也比地上的高，是不是？人小，说人再小也比蚂蚁大，比不比蚂蚁大啊？蚂蚁再大也没有人大。神就叫我们今天看见，神在地上找不着一个像耶稣基督这样的，最后叫你把你的口塞住了，你服不服？就是叫你服。塞口的目的就是叫你服。圣经很多塞口的话，特别是马太福音，耶稣基督论律法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基督论爱仇敌，论奸淫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事都是塞人口的话，很多这样的话。这句话说你们要慈悲像谁一样，两样行不行？今天好了明天坏了行不行？这里面说什么叫一样？一模一样的，一点也不能差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就这句话就把人口塞住了，像你们天父一样。那要像天父一样，必须是天父的生命才能跟天父一样。
是我的生命。有人误解，就用我的生命，我要向天父一样，你的生命属地的，天父是属灵的，你是属土的，是不是？他属灵，你属什么的？属土的。用属土的生命活出属灵的样子，可能不可能？不可能，永远都不可能。所以这句话是三人口的话，你永远达不到。看他设立这个标准高不高？我们从第六章第二十七节，你看高不高？高到什么程度？高到你达不到的程度。我们看第六章第二十七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是不是正在听到的？是。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是不是？就这一点你就达不到。跟你不好的人，你心里有没有别扭的劲儿？啊，按肉体说你别不别扭的劲儿？别扭，一看他就不顺眼，一看他心里就膈应他，是吧？一看他就不烦别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的什么？仇敌，他是你的仇敌，就这一点，是不是？人世间从肉体里来的都是有一个共性，就是最讨厌的就是自己的仇敌。所以主今天就用这么一个标准，天父就用这么个标准叫你慈悲，像谁呢？像天父一样。这是第一点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爱谁？爱仇敌。第一点是爱仇敌，你能不能达到爱仇敌？达不到。把你的仇敌都爱他，偷你家东西你还帮往肩上上，把你家粮食扛走了你还来我帮你我周一下呢？达不到。能不能达到？爱仇敌就是，是不是？把你手指剁掉一个，你还谢谢你啊？你还谢谢一下，是不是？搬家鸡偷跑了，你还行了，这还有，你要吃就在这拿来。不能，不能，达不达到？这一点爱仇敌，你看看这里边仇敌和你有仇的，是不是？你俩不是朋友，他对你不好，是不是？管你家井里下药，什么不好事他就干什么事儿。欺压你，是不是？把这个自己家的粪往你家里扬，是不是？你爱吗？你看这句话，爱仇敌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没有一个能爱的，世上找不着一个人爱仇敌的，能找到吗？包括雷锋爱不爱仇敌？太不爱仇敌，是不是？是，都不爱仇敌。那么今天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头讲道的时候，就讲到你要爱仇敌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努力爱仇敌，也爱不来，使劲努力，咬着牙的跺着脚的努力爱仇敌，爱不爱上来？爱不上来，没爱上来。为什么爱不上来？因为他里边没有良善，也没有慈悲，对不对？这就显明了，把你里边这个显明出来，把你里边没有良善、没有慈悲给你显明出来，就显明良善的只有几位？一位。哦，你才发现我里边根本就没办法爱仇敌，因为我没有这东西，我没有什么东西，慈悲、良善我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这东西，我怎么爱？这电脑里头，它没有装一种软件，就是刻录软件，我怎么刻录呢？我要想刻录，我必须把这电脑装上刻录软件，这时候我才能刻出光盘。我里边根本就没有那东西，我想刻录，累死我也刻不出。我说努力，努力也没有用。你要想刻光盘，必须把电脑里装上这个软件，这个硬件。装完了一个硬件了之后，再下载一个软件，就可以正常的刻录了。对不对呀？对，里边根本良善都没有，慈悲也没有。他说这下面说你们要慈悲，还得要求这个标准还高，你们要慈悲像你们天父一样。你看这一家高不高？狠不狠？啊，严不严格？严格，要像天父一样。耶稣在讲到说你们这听到的人要爱仇敌，天父是什么？爱仇敌，
我们是不是天父的仇敌？是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罗马书第五章看一下，是不是？这我看了，可能不是。罗马书第五章，小子们，第六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什么？神的爱是在你什么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替你死呢？在罪人做罪人，还做仇敌的时候，还跟他抵挡的时候，还污秽不洁的时候，还反对上帝的时候，还抵挡上帝的时候，是不是跟上帝俩是有什么有仇的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。神的爱在什么地方显明？你要是好人他为你死的，这显不出来他爱你，但你不好啊，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不好的人死了，有罪的人死了，就把神的爱在此给了什么？显明出来，做仇敌，是不是？跟神俩敌对的，叛逆上帝的，背离上帝的，是不是？为你死了，这是神的爱，所以讲爱仇敌，这一句话说出来。你要想他说出来的话，你不能够直接拿过来，我要遵守，我要爱仇敌。你这样遵，你这样遵守，你永远都守不住的。我第一关，他是良善的，我必把他接受进来。他良善的，我就想方设法；他良善，你们要像天父一样良善，我使劲良善，使劲咬着牙切着切齿的跺着脚的良善，你也没良善出来，因为你里边不具备良善，你里边不具备慈悲。是不是啊？爱仇敌，爱仇敌，唯独谁能爱仇敌？耶稣能爱仇敌，唯独天父是爱。最后，约翰在约翰福音讲一句话说：“神就是爱。”在年老的时候，约翰呢写约翰一书说讲一句话说：“神就是爱。”是不是啊？从来也没有一个人说神就是爱的。有人说我心眼很好，你心眼好吗？你像天父这么好吗？他拿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你能达到这个标准吗？你照个太阳，你说你心眼好照个太阳，你别说我上俺家那个要饭花子来了，我就给那个要饭花一块钱，这是心眼好吗？上帝说的标准是什么？等一会儿咱们看。那标准是地上的标准还是天上的标准？如果天上的标准，那么你就一定达不到。如果是地上，我给别人来个要饭花的，我给一块钱，或者我给他一碗米，这是不是良善？不是的。耶稣讲这个慈悲，是不是你心目中间那个慈悲？是不是地上一个好人那个慈悲？是不是？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良善，你就不要说你是良善的，你不要说我心眼好，我行善积德就行了，你不要说这话。如果你能被堵住了，今天在你身上有指望；如果你的口不被上帝的话给堵住了，你在主的话语中间一点指望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怎么说的话，这里面讲的是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了，神的爱就再次显出。第一个就是爱仇敌，你看他达到了，天父达到了，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罪死了。啊，你能把你的儿子差遣到地上来为一个要饭花死了吗？跟你无关的人死了吗？我们今天和主耶稣有没有关啊？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和他有没有关？一点关都没有。
既然没有关，他爱的是没关的人。我们竟爱的什么跟我有关的，这脾气跟我对脾，我就爱他。那长得很顺溜，我就跟他就爱他。那长得很嫩，我就爱他。那长得漂亮，我就爱他。人都是这么爱他，但上帝的爱不是这么爱的，是不是？要看他怎么爱的。他爱的是最肮脏、最污秽、最有罪的人，爱这样的人，是不是？现在达到这个，三个三出口，你达不到就好了。好，咱们再看啊，这在做罪人的时候。好，再看，再看啊。我是来，这是爱仇敌。下面说，你们仇敌要爱他。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，恨你们的要带到。恨你们要待他好，什么意思啊？恨你们要待他好，待谁好？咱们待谁好？这怎么说？恨你们要待他好，你看这个标准高不高？急死你也做不到，急不急死人？哎呀，他恨我的，说我想爱他，爱他，嘴上心想说要爱他，但他心里总跟他总是什么憋劲，爱不来，能不能爱上来？这要待他好啊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你看这标准高不高啊？如果是今天有一个人天天恨着你，没人骂你，在背后都诅咒你，你能不能待他好？啊，没事就在说你闲话，没事就在坏你，想方设法的坏你，是不是啊？往你家井里头撒尿，你能待得好吗？恨你啊！这里边说要待得好，世上的教导不是这么教导的，世上不是这么教导的。这个圣经的教导跟正好跟世上反不反对？不是这么教导，这是这么教导的。但这标准都能达到，怎么达到？这是把人肉体的口给塞住了，肯定能达到。怎么达到？人活着肯定达不到，人死了就能达到。你活着你就达不到，你只要活着你肯定达不到。你只要在地上活着你肯定达不到。你在地上活，说看到这句话，这句话就是塞你口的话，这句话就是逼你死，听没听明白？逼你怎么死？与主同死，逼死你。这话其实是逼人的话，塞人的话也是逼人的话，就是逼死你。只要把你逼死了，耶稣住进来就能达到这个标准。因为耶稣住进是谁的生命？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耶稣生命和谁生命一样？所以你们要慈悲，像谁一样？成功了。如果我在地上，你看这地话，我使劲守，用肉体守律法那个标准，我去守，可得良善的，可不能不良善的，我得好好良善的，我得像天父一样良善。你使劲良善，你也良善不了。你看这句话，奥不奥秘啊？如果你乍拿这句话，直接我去守去了，就变成一种律法规条。如果我信这句话，不是我能达到的。正如保罗说，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，才能够把天父的样子表明出来。那么就现在慈悲，你们要慈悲像谁一样？天父一样吗？谁活的？基督活。是我活的，是基督活的？基督活的。归荣耀给我是给基督？给基督。给基督。看好了吗？看好了。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啊，我就待得好，烦恨的待得好，里边心恨，外面肉体还假装待得好，变成假冒为善了。我叫你嘚瑟，你这叫嘚瑟！我跟你说，你假装心里还恨呢，心里恨够呛的，外面还假装待你好。你好，大姐你好，你骂我不反口，你打我不还手行不行？
是不是啊？多半的直观的，一看这句话，说爱仇敌啊，圣经说要爱仇敌，咱赶紧爱仇敌，咱们努力爱仇敌，咱们咬牙切齿的爱仇敌，咱们使劲爱仇敌，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，我们要努力呀、啊。说没说？说直白的、直观的，乍看这句话的，你就想要靠肉体达到爱仇敌的目的，能不能达到？这就是我们讲道和其他人讲道不一样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讲道是讲经义，他们讲道是讲自居，直接拿我爱仇敌哦。有没有途径？有，每一件事情都有途径，是不是？进天国难不难？啊？对那不信的人，你说难不难？难死了！为什么难呢？因为他没有真正得到经义，他看见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所以这得努力啊，不努力达不到啊，难不难？他不知道那努力是什么，是努力怎么努力，如何努力，怎样才能达到进天国的目的。所以你们让不像你先不一样，你就断不能进天国，得像他一样才能进天国。那像他一样必须接受他的生命才能跟他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吃梨，我想看在市场买一个好梨，我想摘个梨树，接触的梨跟市场买的梨一样的，那我摘这个梨树必须是那个梨的树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是那个梨那种子接出来的，长出来的树才能接触的种子，才能跟那梨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想今天我想买一块金表，是不是啊？跟谁？跟柳青姊妹那金表一样，那我得上那个柳青买的店里去买跟他一个品牌的表，才能跟他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养一个什么奶挤奶多的，是不是、啊、产奶多的这么一个母牛，那我得买什么样品种呢？能产奶多那种品种，是不是、啊、那我就买一个什么，你要买一个狗，一个母狗，它产出奶能不能跟母牛一样？不一样的。一样是什么？必须跟大家就没有两样，跟他一样的钻，恨你们的要带上。这是讲天赋上，天赋那种思维那种性情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讲天赋的性情啊？这不是人的性情，人肯定活不到。这说的不是人的性情，而是说谁的性情呢？这不是说肉能达到的，是说灵。所以耶稣讲句话说，我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这是生命中间的，多半人把肉拿过来，你们要听，像天父，天父是神，是人，神。那我用人达到神的标准，能不能达到？好，咱们现在呢，天父一下能从地上唰就能上天。那我靠肉体说，你们要像天父一样，天父升天你也得升天，耶稣升天你也得升天。你不要忘记，耶稣是神成人的。对。那我呀，我也耶稣升天，我也升天，所以我跳，我使劲跳。你使劲跳也不过是一尺以下的。是不是啊？因为你是谁？你们要像谁一样？听不听懂什么意思？一说你们像天父一样，天父是神，你用人达到神的标准，你傻不傻呀？你缺心眼不缺心眼？缺心眼。你乍看有很多人就这么领受，就这么领受，你看思维像你天父一样，最后恨仇爱仇敌，就用什么爱？全是肉体的爱，根本不是属灵的爱，不是从神来的爱，是不是啊？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不是从天父那里来的，不是从天上来的，乃用地上的属土的必死的生命，要达到属天的属灵的那个要求，能不能达到？不能。累死你也达不到，这活把你累死你也达不到。往天上上谁能上去来？你自己拽着你头往天上升来，看能不能上天。耶稣不来救你能上天吗？说这话就是意思说，来吧，我来救你，你达不到我来救你，接受我救你，就这个目的，是不是啊？能把你口塞住了，
你就能来接受耶稣基督来救你，塞不住你的口，你今天还想方设法靠自己的血肉绑臂撑着，那靠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男人有什么？有啊，一定有啊，上帝还不让你靠肉体，还叫你去量量上下天赋，你还不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还不想想什么？就我一个人，完了来领导来视察来说，那前面有一吨重的一个铁，一会儿把它挪走啊！你还不知道你靠肉体绑臂挪吗？那前面有个抓重机，你用那抓重机把那一吨铁挪走，不行吗？行，行不行？行。那抓重机开着了，比不比你那绑臂？比不比你个手挪？这傻眼了，这个一吨铁这要怎么挪？肯定得挪走，但肯定不是用什么绑臂，绑臂。抓重机就在现成的呢，那老吊车就在现成，你手一是不是一开动把它打着了，一开动就把它抓走了，你为什么不用工具呢？今天上帝给没给你工具？给工具了，山挪走，你用绑臂挪是用信心挪，信心死人复活是用绑臂，他是用信心，信心全用信心，所以这意思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就在信上建立章程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把你口塞住了，你就不再靠自己的血肉绑臂。神的性情，这讲神就是慈爱的性情。我没有良善，我用我这没有良善的性情去想活，跟天父一模一样，根本就达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原来这段话很多的弟兄姊妹越过了，看着这段话你们不读了，读到这个地方马上越过去了，甚至各个教会一看到这话，这根本达不到，谁能达到？达不到，他也没想到，今天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能达到，他还要努力呢。荣耀神，我要使劲荣耀神，是神自己的儿子荣耀神，还是人的儿子荣耀神？那我今天不从神生，没有神的儿子能荣耀神吗？谁的儿子就荣耀谁，你信不信？信。神的儿子荣耀神，人的儿子荣耀谁？拿人的儿子去荣耀神，你傻不傻呀？啊？有没有这么傻的人？谁干什么呢？你们别说我孩子是吧？好呢，恨你们要带他好。再往下看，诅咒你们的要为他怎么样？这三点，天父这性情是这样，诅咒你们的。什么叫诅咒？骂人的，就是、是不是、啊？诅咒就是律法咒诅人，就是律法什么刑罚你。是不是、啊、判你死刑的，诅咒你的，咒诅你的，要为他怎么样？反过来要为他祝福。神的性情就是这样的，神是什么？恩待的忘恩和什么？要为他祝福。你看，诅咒你的要为他什么？诅咒就是咒诅，他俩是一样的。你正过来念也行，你倒过来念也行。你说诅咒也对，你说咒诅也对。诅咒你的要为他们祝福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诅咒。你走道非得被车压死，这是不是诅咒有人？是不是、啊？有人说你这卡车腿了，走道卡车腿了，是不是咒诅人呢？这诅咒你，不说好话是不是、啊？什么狠说什么，对，是不是、啊？这叫诅咒人的。那么诅咒这俩字只有上帝有这权柄，诅咒人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完分别善恶树果，上帝开始一个一个就诅咒，是不是、啊？一个一个咒，从神口里说出的话，好话是什么？祝福。坏话是什么？祝福。听没听明白？而神今天呢，他的性情是什么？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。你说这个标准高不高？高高到什么程度了？从天上高到从地上高到天上，就高得这么够不着啊！对，够不着。你根本就够不着。
所以这里边说，关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你都测度不到，你怎么能达到呢？啊，天赋你都没看到，你怎么能两三项天赋？你想想看，我们看天赋，我们看不看着过？没看。看约翰福音，先把这隔上，先看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第一章十八节，你看天父，你看不看见？你来看，谁看见了？耶稣看见了。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耶稣，耶稣住进我们里边，是不是？天父，你连看都没看，你怎么能够量三千天赋？这句话你想想看，他有这句话，他有这句话，是吧？这句话说，你要慈悲像谁？像父一样。下面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。从来是什么意思？从来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人看见过父。这句话我们看是不是这么说？十八节找到吗？找到了。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领出来。这句话已经告诉你了，已经给你领入了。你要想像天父一样，就必须叫独生子在你里面把天父表明出来。独生子，天父的独生子不住在你心里，你永远也，因为你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父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你看见了吗？你没看见，你没看见，靠谁来把父表明出来？靠着住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明出来。我不接受死就不接受父，我要接受死才能把父表明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要靠肉体努力去把天父活出来，这人是糊涂人，糊不糊涂？我要靠肉体去爱仇敌，能不能爱出来？爱出来我就装，装来装去装成什么？假冒伪善，管不管呢？上帝把你领到这个路上，叫你看见什么？叫你看见什么？接着这些光照完了之后，发现你一点良善都没有，我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标准，这标准太高了。当你发现我达不到这个标准，神的旨意在你身上，他的美意要成全了。当你发现我肉体还有良善，我就是心眼好就行。你还活着。我心眼好就行啊，我做点好事就行，反正我心眼不错。谁说没有良善的？除了天父还有我呢。你说这个人能不能达到天父要求呢？永远达不到，因为他总感觉到我心眼好就行了。你那心眼好是你自己认为的，你达到天父这个标准是不是？他照太阳，你能照太阳吗？他昼夜地为我们服务，你能吗？他使我们心脏跳动，你能吗？啊，那我蹦都不转的，何况心脏呢？天父爱所有的人，不管好人坏人，的心脏都跟着跳动，是不是？好人也跳动，坏人他也看顾，他拿阳光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是不是？罪人在罪恶中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罪人死的，你说这个爱得何等的大，所以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实际祝福，假装嘴上祝福，心里还没有活，死了怎么不死了？约拿被那上帝差遣，差遣往哪去啊？往尼尼微去，嘴上腿一往那么去，慢一点走。等着你以为上帝降罚你以为呢，那亚述人死光彩，我就等着等亚述人全死了，他全死了我才解闷呢，幸好报应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知心？这还叫良善吗？外面假装装良善，哎呀行啊，主啊，祷告的时候主啊，愿你救你以为成啊，我在心里说死才好呢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叫他传三天的路程，他跑几天？一天，就跑一天。三天呢，他跑去了，他也没怎么在正式传福音呢。他说：“再过40日，这城必要倾覆了。”约拿呀，就跑那城里了。再过40日，这城就要倾覆了。走2步，退3步，就光在城里跑，就往那边边拉拉就传点。三天的路程，尼尼微城大不了，他可以走三天呢，他走几天？一天。
表明他心态正不正？不正。嘴上去传要救你，你未成，心里恨你，你未成。完了传了一天就喊这一句话，什么也没喊。喊完了帮当跑到城外去了，找一个地方旁当一躺，等着吧，不传了，那两天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就传这一天不传了是吧。人哪有良善呢？没有啊。人哪有爱呀？人哪有慈悲呀？人怎么能跟天父比呢？天父说那我那城里左手不分的就几十万，是不是啊？人看不见。现在没信主的有多少？老多了。十个人中间，一百个人中间找出一个信耶稣的就不错了。他们知不知道上帝要降罚这个世界啊？不知道。就像起初那个大洪水那个来到，要未来到前，挪亚一家八口人知道大洪水要来到了，预备方舟进方舟里边，是不是啊？这么长的时间，120年呢。最后呢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进去，还有牲畜进去了，飞禽走兽那些昆虫进去了，昆虫比他们都强了，都进去了，但人进不去了。我们通过了看圣经就可以看到，这圣经我们要乍开始用自己的眼睛，用自己的头脑一分析，肯定不合乎人情啊。今天这个道很多人讲错道，为什么能被人接受？就是合乎人情。对，人这个理性能接纳了，但是人理性能接纳了不等于是真理，真理通不过人的理性，真理一到人的理性马上跟人的理性进行碰撞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没爱仇敌，是不是？你们要什么？害你们要待他好，下面说主动你们要为他怎么样？跟人间反不反？反。他这么跟人间是反的，但我们必须传跟人间反的一件事，是不是？对。人间是你对我不好了，枪杆子里边出什么？咔嚓，枪毙你！你跟我态度不好，打倒你右倾。再不好，左倾，右倾是机会主义，左倾是投降主义。来，你好不好？你跟我不一样，我就打倒你。神不是这样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把诅咒你的要为他什么？祝福他。这样，我要靠肉体，靠自己去祝福他，肯定祝福不了。我外面祝福，里面还是不服，是不是啊？真的不服啊？你信不信呢？凭什么祝福啊？凭什么？乍拿这句话，你根本就祝福不了。你直接用的这句话的经义，你如果不明白，那你就拿这句话就去守去了。这句话不是守出来的，这句话必须转向，是不是啊？这东西我搬不开它，我用借助杠杆的力量。我把它抬起来，我抬不起来，有没有杠杆？有杠杆，用杠杆能不能抬起来？稍微施点力量就把那石头就给抬起来，能抬起来不？神今天人的力量不行，你达到这个标准，但上帝给你一个杠杆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就把它翘起来，他就在你身上实现了。就这句话就在你身上实现了，谁达到的？耶稣基督能达到，我都达到。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，如果耶稣是你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必要与他显现在荣耀里。如果耶稣不是你的生命，你就用你地上的生命，等他显现的时候，你非但不能跟他在荣耀里头，你在死里头，你在咒诅里头。听没听懂啊？每一件圣经提出每一件最高标准的话，你都不能用你自己的头脑来分析，你一分析你就说这上帝也不讲理呀，啊，明明他是我的仇敌，非要爱他；明明他恨我了，你还叫我待他好；明明他都诅咒我了，你还叫我对他怎么样？多不讲理呀！是不讲理。
所以有人说上帝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，我明明我被人骂了啊，我明明我被人诅咒了，他叫我为他祝福。有的人信了信了，不信了，我还不给你信了。就是因为堵在这话里，就是因为没明白这句话是塞人口的话，是塞人口的，就没明白上帝要把他引到另外一条路上，这地方达不到，那地方能达到，这里达，亚当里达不到，但基督里能达到，是不是啊？我达不到，主能达到，是不是啊？人达不到，但神能达到，对，就没有一个人往这上面想，肉达不到，灵能达到，是不是啊？行为达不到，但信心能达到，对不对？靠律法达不到，但靠恩典可以达到，对不对？我活不了，活得不像天父，但谁活着能像天父？基督在我里面，我怎么不想到这一点呢？啊！一遇见这件事，真就忘了，就使劲努力啊！哎呀，这不像天父，这进不去天国呀！啊！你不能做神的儿子，后面有一句话是最关键的，你们必做至高者的什么儿子，就这句话，似乎看见这句话，由那个守律法那个律法分子看见这句话，哦，我得这样做才能达到至高者，才能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完了，他到耶稣基督来那天他也达不到，他没明白四句是叫人死的，经义是叫人什么？如果你乍看这个四句，你根本就没办法领受这句话。这话现在领受了了没？领受了。原因是什么？我领受的是经义，不是领受四句。对。我领受的是基督在我里面，就能达到这个效果，这果效。如果我自己靠肉体的膀臂，靠属地的生命活，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好，咱们再看这段经文啊，第十八节，我来读弟兄姊妹来看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啊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这个性情是不是神的性情？是，得要把它表明出来，怎么表明？正在给你指一条路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保没保定我们看见神？否定了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做的，对，借着他来做的，借着谁？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耶稣基督达到的。我若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我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安排，平时咱们看这段经文，就可能是一下就过去了，眼睛刷这么一溜就过去了，也没有好好的详细的在这个地方看一下那经文，好好的通过心呢，好好的揣摩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，没走过心，是不是没走心呢？要去走到人家路，这达不到啊！就包括我们现在去领受真道的人，这群领受真道的人，就现在看的这个经文也是，怎么能达到呢？还在这里活着，还想靠肉体达到。啊，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一切在信心上建立章程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。那我离开信了，我能达到吗？达不到。这句话再拿过来了，是不是把人都给堵住呢？都给堵那地方，就全一看到就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不说别人的教会啊，我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教会，我已经领受真道教会，拿过来这段经文了，照样还在那地方憋劲儿，憋不憋劲儿？憋劲，你自己要看这段情况，你肯定憋劲，对不对？就算你也懂得了，两个人也分开了，是不是？肉与灵分开，你乍看这段情况还在那憋着，你还憋不过来，就在那一直憋着。你这段情况怎么憋着？这段情况，那诅咒的还得为他做什么法呀？你是不是？但我要告诉弟兄们，每一句圣经的话语都有一个钥匙能把它开了。钥匙小是门小，门大门大，钥匙小，但大门需要一个小钥匙进插进的孔里，啪一开，大门就开了。对，是不是啊？这就你一下就明白了啊、哦！神的性情不是我的性情，
这是讲神的信徒，那我必须成神呢，我要成神必须接受天父，接受天父的生命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是神儿子的生命，才能够达到这个荣美，才能达到这个果效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没有神儿子生命，我实际达到有那个效果吗？没有，没有那个效果。所以现在呢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每一件事都借着耶稣基督达到，没有人看见过父，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灵里也没有一条路，有这条路是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，对，是不是？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把父亲的荣美，这是父的荣美，把它表明出来。对，表明好是表现好，好表明，表明好。哦，两个词哦，两个词，一个是表现，一个是表明啊。表明。一个是表明，表现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表明。表明。看看清楚了吗？表现是什么？彰显自己。表现，今天你做好，下回表现好一些啊。对，就是自己。在哪里活着？肉体。你看，就这么两个词啊，这两个，一个是贬义，一个是褒义。对。表明是褒义，表现是什么？贬义。贬义。贬义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我没下面没说，这我好好表现一下啊。我都是基督徒了，我不得好好表现一下我基督徒的品格吗？你听，传假道的人都这么传，我得表现一下我是基督徒啊！滚蛋！表现一下，对呀，是等着那粒种在里边长大成人，生根发芽，建造长成万有基督神量，把它彰显出来，对。显耀对呀，是彰显对。彰显对。显耀还是贬义？对，显耀一下，我显耀一下，显耀一下我自己。你看我这都是基督徒，我今天得做点好事，像天父一样好事，做来做去，做来做去变成假冒伪善，根本不是天父的信心。信耶稣的人，是不是一下就把天父就表明出来？不是，不是，是的，还要忍耐着结实呢。对，我讲三种的比喻，看到最后一讲说。那撒在好土里头的，就把种子就神的道放在心里头的，别着急，别上火，你别动自己的办法，这种子在就是神的道在你里面一点点长大，忍耐着结实了，他最后就结出果了，不用你在那着急呀、啊。哎呀，怎么还没结出果子呢？哎呦，这信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没结出果子呢？没结出果就得想方设法加上人的方法，再加上点行为。就是整个普世教会，病就在这个地方，病根就在这个地方。对，前面靠圣灵得生，后面靠肉体成全。前面靠信，后面靠行为。前面靠恩典，后面靠什么？就这么来。错是对的。错在哪里？错在表现。表现，表现，还有什么？炫耀。表现。是不是啊？对，圣经这里面说表明，表明太阳东用于故意显耀啊。你看太阳从东边出来，一下就表明出来。什么叫表明？它一露头就光就出现光明了，这就把它表明出来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就把光亮给表明出来，不需要你故意做作的。往往表现是故意做作给人看的，我表现一下子。领导来了，我扫一扫地，等领导走，我上去呢。这叫什么？表现。这不是装出来的，表明不是装出来，表现是装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有那想法？我都是基督徒了，这样得规正规正自己的行为呀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你从来没有吗？你敢说？我都是基督徒，在那表现的好行为，叫人看见我是基督徒啊？没有，你们装？我就这玩意儿。相反，上帝叫你等肉，你是真正基督徒，重生得救时，肉已经交战，叫你发现你是肉体没有良善。对对。神为什么叫你发现你没有良善？就是要表明，就把他的生命表明出来。对。
没有人看见父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什么，就是要表明，表明谁的，表明父的，表明我的，表明天上，表明地上的，表明神的，是表明人的，表明属灵的，是表明属土的，你这就知道是表明不是表现，是彰显不是炫耀，是不是，是基督活不是我活，是神自己的性情表明出来，神把自己生命放在里边，他本身就具备这种性情，当长大成人自动就外界衰微，里边就兴旺，就把它表明出来了，不是你自己装出来的，对不对，人呢这结实啊，那句话是不是这么说的，是的，哪种的比喻是我编的吗，不是，我是忍耐着结实啊，啊，什么忍耐结实？忍耐结实是什么？结果实啊，结果实。你家栽的树是不是当年就结果？不是，桃三杏四梨五年。桃树得多少？三年几？是不是？杏几年？四年。梨子几年？五年。桃三杏四梨五，那都是栽栽果树的，三十班下来都栽果树。我说对不对？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个栽树那人他都知道，这果树啊，这一段时间就是培土，就是挖，往里施肥、浇水、剪枝，是不是、啊？这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工作。不需要你要求他结果啊结果，你天天要结果，他没到年龄你结什么果呀、啊、是的、啊、你叫那个结婚你天天叫结婚，你干什么，你傻呀你啊我说这话弟兄姊妹你能听懂，忍耐着结实，为什么叫你忍耐结实，长大，长得蛮有基督的身量。长大人呐，啊，忍耐着结实啊。妈妈发现怎么办？忍耐着结实啊！你不会看着陆家比撒种比就有这俩字儿，忍耐着结实，撒在哪里头的？好，忍耐着，忍耐就需要等候，对，等到他的时间，对，他时间一到了，自然就结果了，对，是不是？那狗生出来，它就闭眼。小孩生出也是闭眼的，如果你给他一扒眼，人工的扒他就扒瞎了，扒了眼，对，长大了那眼睛不好看，对，他这七天呢他眼睛就是不睁的，对，等过来这七天睁没睁开，怎么睁的，你扒的，现在教会中间人工扒眼睛的多不多，没开眼睛的硬扒，使劲扒，全扒了眼，你看看进教会里全是扒了眼，扒了眼照镜至少能看，是不是啊，全人扒出来的，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，忍耐着结实不是你人工的，你等就行，只要把道放在你心里，道本身就是神，神就有这样的性情，是，俺们时间到了就能耶稣就在我里面，他这个生命在我里面长大成人，长成马有基督身，就把这性情表明出来，忍耐着结实吧，忍耐着这个什么道啊，在启示录说，你们若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什么，你们这句话有，你看不看，重不重要，重要，当你发现这个，你们要慈悲像谁，像父母一样，像父一样，这句话你可别给弟兄姊妹，你们得吃肥羊，天天上那个教会中间，有个女的上梅河那个，你咋长了、啊？你们怎么不长呢？你们咋长啊？长，谁长？等下来了，等等等等完事就去散会。我说姊妹，你刚才讲到你叫谁长？你长呀，我给我看看。我就问他，我说栽种的在乎谁？他是在乎人。浇灌的在乎谁？他是在乎人。生长的在乎神，在乎谁？他在乎神。我说你刚才在那儿叫长啊长啊，你让谁长啊？啊？栽种的、浇灌的在乎谁？在乎神。生长的在乎谁？神。在乎神。
你把那个位置都搞错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刚刚说，叫弟兄姊妹长，怎么长？咱们上外面才能种玉米，是不是？把玉米种上了，没有种，它怎么长？是不是？谁让它长的？你是北，你根，你撒种的，长的是谁？神叫它长，不是你叫它长的。所以你强逼它长，长出那东西，那对吗？拔苗助长。许多人就在这里头活着。所以这个吧，当我们看见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天父一样，一定是天父，一定是神自己，一定是神儿子的生命，从神儿子来的生命就把你引到神儿。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将谁表明出来？将父表明出来。表明表明谁表明的？儿子。所以保罗说，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。怎么活？基督。我要好好活出基督。不是，我活出基督。是你活出基督，是基督活出基督。凡要靠我活出基督的人，不是圣经的话。他拿这话来抵挡我，你说？他说，完话说不用活出基督了。他说王浩说不用活出基督，这不是王浩说，是圣经说，不是你活出基督，是基督自己将父表明出来，不是你活出基督。听没听明白？听明白了。你只要接受基督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你一定跟他一同显现的荣耀。这句话在哪呢？啊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这句话在哪？哥伦西书第三章。哥罗西书第三章，三章的第四节，三节四节这两节经文啊，你看这两节经文就告诉你了，我不是活，我是死。基督不是死，基督是活。你看这段经文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找到吗？第三节第四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藏没藏起来？藏哪里的？藏神里面的，和谁一起藏的？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现在谁是我的生命？基督是我的生命。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哪里？这才能显现在荣耀里。不然的话，你天天喊荣耀神，荣耀神，我们要荣耀神呐。我走着很多的那个聚会点，他们天天都要荣耀神。他是谁荣耀？自己人的那荣耀。这里面说谁是我的生命？基督。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他一同显现，才能得荣耀，对不对？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好不好？好。才能显现在哪里？荣耀里才能显现。显现和装出来的一样，不一样，才能显现在荣耀里。他显现的时候，我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原因我用谁的生命啊？基督的生命。那我用我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和谁？在一起，和自己在一起，我和亚当在一起，对，是不是？当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和基督在一起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跟他一同显现在中间，我才能跟他同在。什么叫以马内利？他是我的生命，我跟他显现的，我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如果我是我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没有我的份儿，这就叫玉镯的童女，玉的灯有没有油？没有，没有油，必须是基督是我的生命。对。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这样的生命是神本性的表明，不是表现啊。这样的生命是这样的性情是神本性，就是生命中间表明，不是表现。听没听明白？神自然的生命长大了，自然就把这表明出来，将不坏的生命表明出来。好，再看提摩太后书表明啊。提摩太后书一章
第十节表明，不是表现，不是炫耀，而是彰显；不是表现，而是表明。找到没？第十节，第十节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才表明。他显现，才把什么表明出来呢？生命表明出来。说，但如今借着第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，找到吗？找到了，是吧？看这节经文啊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，他已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彰显哪个生命？不能坏的。那我就使劲彰显这肉体的生命，能不能把上帝的那个性情表明出来？不能。他把不坏的生命彰显出来，但我彰显的是哪个？我要活出去，我要的就加上我的东西，这不叫信。这人没在信里建造，这人七百年都白信，他根本不是信耶稣。信耶稣是借着耶稣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，而不信耶稣是要借着我的肉体把神的性情彰显出来。烦没烦？烦了。你看啊，咱们现在啊，两部电脑，一部电脑配置是多高呢？一部电脑是什么 ？i7 的处理器是 i7 的，独立显卡是不是？内存是20G 的，这一部电脑，好不好？好。主板都是好的，特别特别好的主板，说电源都是特别特别好的，音响也是特别特别好的，还有一个是老电脑，一开机跟那拖拉机一模一样。就这样慢得不得了，上网速度也慢，开机也慢，关机也慢，点个网页半天都卡在那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你想叫这破电脑把新电脑那性情表明出来，能不能表明出来？咱们现在玩手机啊，同样玩手机，有人玩四核的，有人玩双核的，还有玩单核的，你说哪个速度快？四核的快。你用单核的去表明，去做出来那个四核的说那个性情，能把它表明出来？那个四核的一点啪就是开了，那网页就开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啊。那个单核的点半天在那卡着。你的肉体就跟那单核一模一样，你点它一下，它半天在那不开，卡住了。你非得还要把谁活出来？想你还想把天父活出来？最后没活出来，是不是？没活出来，结果是什么？死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记住这句话。现在谁是我们？他可以换生命，为什么？你吃饼的时候说这是基督的身体，你吃喝血的喝接耶稣血说这是我的血，不吃我肉不喝我血的人靠肉体绑定你就永远进不去天国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吃主肉喝主血表明是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身体。不吃主肉不喝主血的人是表明属主的身体。耶稣那个身体是道成的，道成的身体是灵成的，灵成的就是神成肉身了。对，神成肉身，他借着肉身能看见的赐给你，你吃了他的肉，吃了喝了他的血，就永远不死了。你不用他的生命，用你自己的生命，傻不傻？傻。你非但你用你自己的生命，非但不能得永生，而且不能得荣耀，将来身体不能得赎，这三个不能。第一个不能，不能得救，不能重生得救；第二个不能，不能得荣耀；第三个不能，不能身体得赎。完了你呀、啊！今天教会在自我里活着，不要基督生命的人多不多？多，都在自我里，自己努力呀、啊，自己咬牙切齿啊，都在我里头活着。对，都要我活出基督，他却不知道这个性情根本不是人的性情，对，人达不到的，只要是人就达不到。圣经说没说？说了，没有一个良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达到。只有他是慈悲的，他才能达到。听没听明白？听明白。休息。
使这一些属于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明白你的话。阿门。求你不住地带领你自己的众儿女的脚步。阿门。使我们不住地回归圣经默示的真理中间。阿门。使我们不凭着自己的私意来解经。阿门。求你来带领你自己的教会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除去魔鬼一切的拦阻，把下午的交通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。阿门。求主你不住地在带领众弟兄姊妹的心灵。阿门。叫弟兄姊妹在基督的爱中间彼此建立。阿门。使我不在肉体中间，乃在基督里。阿门。使我们不靠着血肉绑臂，乃靠着圣灵的引导。阿门。我们靠既靠圣灵得生，也要靠圣灵行事。阿门。我们今天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人，阿门。已经跟基督同复活的人，阿门。所以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阿门。所以叫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。阿门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。阿门。求你帮助你自己的众教会，阿门。使你的众教会凡你预定得救的儿女都带到正路上来。阿门。领多人归义，使多人都能明白你的救恩真理，使我们都在基督的一个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在基督的爱里彼此建立。听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